都唔知影哦，这秀英装装的，够有法多甲明珠同款。顶一回叫罗先生穿迄新娘衫啊，一点仔效果都无。若是讲安尼，阁无法度互德胜恢复记忆，我看咱嘛放弃好啊。啊，若无，一直甲迄个阿婆来嫁做翁阿婆，我嘛强要嫁袂落去。这嘛是无办法中的办法啦。迄若是互德胜知影王威已经死啊，啊受着刺激了后，迄头壳迄空隙怎劈开，啊人怎死免啊？拜托诶，开刀已经遐尔久啊，哪有可能熊熊迄头壳迄空隙会劈开啊？啥想伤济安尼？无一定啦，迄空喙哦，已经受伤遐尔久啊，还较细腻诶啦。明珠呢？秀英，你真正在恁阿公身上就行诶呢？看着你哦，过去诶记忆都拢搁转来。对啊，恁阿公少年诶时阵哦，活时髦，活活泼诶呢。啊，可惜啦，就是生唔着时代。伊若是生伫现代哦，一定是最受欢迎的女性。是讲，啊，你甲恁阿姑生得遐尼像，啊，啥物啊个性怎颠倒病啦？细汉时阵，我嘛就崇拜我阿姑诶，伊生了就水诶嘛，就有主见诶。我真爱就欣赏伊诶。啊，即摆你来当扮你阿姑啊？迄连阮哦，拢认袂出来。迄德胜看到，无得靠，受着刺激了哦，啊，规个拢想起来哦。对啦，阿姨，我伫想讲，若是我无说你别空啊，我阿伯发现，啊，阿伯问我，阮阿哥的代志是要安怎？阿姨，若是熊熊知影，阿哥已经死啊，伊敢会搁较艰苦？其实我嘛是烦恼这啊，所以伫到即马，也毋敢甲伊讲王伟经无伫的代志。可是讲，伊若知影明珠遐尼少年就离开啊。嘛唔知安那想，是讲秀英，啊你嫁做明珠，你迄个小男朋友敢会食醋啊？伊唔是男朋友啦，只是一个男的朋友。啊不过我听讲伊人真好，啊嘛足乖啊。啊你是因为个性袂合，还是讲有啥物其他的原因，所以你无要接受伊的追求啊？无啦，唔是袂合，是我感觉伊跟我交会怪怪。哎哟，欠你九岁这件代志哦，你讲几啊百摆啊啦！啊，遐有要紧啊！啊，欠九岁啊，就算讲哦，欠十九岁来着我哦，我嘛是 OK 啦。嘿啦，你当然嘛 OK。啊，人秀英佮你啊少年，当然嘛对未来有顾虑啊，对不？哎哟，你有顾虑哦，我知影啦。啊，不过哦，咱就爱较勇敢诶，唔免管别人安怎讲。啊，只要这个查甫哦，啊对你好，啊恁个个性会合，啊唔免管哦是差几岁啦。啊，重点啊，还是你会下嘞。对对对，我咧开车，我老司机呢。伊确实是袂歹，啊，不过啥啦？啊，莫非伊私底下有特殊癖好？不是啦，是我感觉家己条件无介好，不然袂得过，无应该去耽误人的青春。谁人讲你条件无好？生了遐尼水，还阁乖，还阁友好呢？你都要对家己较有信心，咪知影无？你一定会当幸福的。好啦好啦，差不多时间爱去餐厅啦。稍等下出去哦，爱较细腻，唔通有德胜看到，啊无别空。兄弟，帅！哎，我问你啊，我这皮鞋也不是很新，这样穿出去会不会对明珠不礼貌啊？皮鞋是新是旧，一点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感觉。还有，你去和罗森碰面的时候都没那么紧张哎。你说，你是不是比较喜欢明珠？这没那回事啊，我对明珠也不是什么什么喜欢不喜欢的。那你紧张什么？我也说不上来，就觉得好像亏欠他什么，而且这次总算有机会见面，就觉得要趁这个机会好好弥补一下，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。兄弟，我只能说你以前的女人缘好到让我无法想象。好了，不要想那么多，拿出你的诚意就对了。也是啊，也许看到明珠，我就会知道到底亏欠他什么了。
姨，阿妹阿姨，哇，啊，这就是恁开的店哦，真正足水的，足有气氛的呢。好介吼，我准备带燕婷来。欢迎你随时拢会当过来。好。哎，阿秀英呢？啊，不是讲今仔日有 special 的活动？哎呦，人是女主角呢，哪有可能喊你早出现啊？当然嘛是在内底准备，小等出来，惊艳全场。好啦，你先坐啦，我来调一杯拿手鸡尾酒。金霞阿姨，敢是迄安娜是酒娘？当然啦、欸，今仔日我这哦是专干为着德胜调诶，和伊啉了了，亲像啉着孟婆汤同款，脱胎换骨呢。啊，不过金霞阿姨，我看你的表情不是安尼哦。我有话无讲哦，我知影，迄鸡尾酒毋是要好德胜阿伯啉的，你有摆气度？我哪有啊？不许你胡说哦！哎，你搁敢甲我亏？稍等下哦，叫你甲永辉两个人啉，我啉了直接送入洞房。哦，哎，你想要甲啥入洞房啊？要我甲永辉当挡箭牌啊？这是洞。跟你说了。哈哈哈！哈，这就够醉。是公子啊，啊，我若真正甲阿布兰硬去陪，你心内敢会无爽快啊？我是安那爱无爽快？哎呦，我实在你遐尼久了，毋是实在假个，你的表情我一看我就知啊啦，就亲像哦，我钓只阿纳斯鸠尼哦，你一看就知我要钓上个快。老实讲啊。阿婆甲王伟生了遐尼神，我是感觉怪怪。啊，不过我心内真清楚，因两个是无共款的人，所以你若介意，你就做你去啊，免要紧我的想法。啊，若是讲多一天哦，你两个真正做伙，我嘛甲你恭喜啊。哦，真是的哦，有你安尼讲哦，我就敢勇敢去对对对啊。啊，不过我是讲真的哦，我哦也是上介要紧你的感觉的哦。男女之间的感情也无一定当孤单，啊，不过你无同款，你是我的好姊妹，你是爱陪我一世人的呢。卡叔哦，你若是点样有一点啊想要改变迄种感觉哦，你随我讲，我当马上踩刹车啊转弯安尼。我你讲我这粉红泡泡，加上拢同款啦。好啦，管你是要什么粉红泡泡，什么色的泡泡，拢做你去。啊，上重要是哦，安全帽啊戴好。好。金胖阿姨，啊，拄则讲的 Honest Johnny 到底是啥？哎呀，这就是金香阿姨独门秘方，嗯，足精髓的，而且过个酒后吐真言，甲心内想的拢讲讲出来。Really？ 这厉害哦。嗯，无你啉看卖啊。啉完哦，咱就来真心话大冒险。嗯，我会惊你哦，来。对啦，冠冠。听讲你妈哦，搁捡张淑英气甲要死，我专工哦传这中药要给伊。我想跟你讲哦，这中药哦足苦的，啊唔过哦足有效的，啊保证给你啉落去哦，马上消火气，加个张淑英继续表。妈，伊多谢呢，你哪会知影，伊真足需要的。嗯，我了解。啊，小蛋会过客呢。好。多谢阿伯，无用阿伯。阿伯。阿伯。这里是台湾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看看我，都老了，你还是这么年轻。你哥会记得跟我有关系的其他的事情吗？我也不晓得，就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。以前年轻的时候，很多事不懂得好好把握。最后化成了遗憾。现在看到这么年轻的你站在我面前，我就觉得，如果能再重来一次，
我一定要好好把握，不会考虑那么多。卖想遐尼啊多，啊，至少搁有遮尼多关心你的人踮伫你的身躯边啊。虽然讲有失去一寡物件，不过你嘛有得到其他的物件，一切拢是上好的结果。对，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。我先出去，马上回来啊！坐一坐啦，先来吃。好，先吃先吃。你哪来啊？我是专工来找你啊！啊，你穿安尼足奇怪呢，根本无像你家己。我是甲德善阿伯斗三工恢复记忆，唔才会穿安尼。那呢？你为啥会甲我讲？我惊你会误会啊！你唔讲，我才会误会。啊，德善阿伯就是一个师大，是我的高中，你真正无需要想遐尼济。我知影你叫做伊的旧情人，唔是要甲伊谈落来。问题是，万一不到最后变成真的，伊对伊是变怎？无可能，德善阿伯就真正是一个师大尔。对对对，一个世界最缘投的师大。哎呦，想不到你这尼爱吃醋，安尼我会惊呢。那是我真正跟你交往啊，你唔着什么代志拢爱管，安尼我一点仔做无。你是讲赖贤交往啊？你不要话说重点啊！好啦，你先回去啊。啊，那是有什么代志，明仔载伫公司再佫讲哈。啊，我今日应该你去阿妹阿姨的餐酒馆。啊，你甲大家无熟，你足奇怪的呢。另讲我佫找机会。介绍你好，大家熟悉哈。好啦，你听我的话，紧回去，紧回去啦。好啦。我叫给叫吧。好，来，是不是马上回来了？哎，德胜啊。啊！你若看到明珠哦，有想到啥物，你着讲出来。啊，无你看我讲过，着规拢相片哦。嗯。前两天看到明珠，我心里就一直在想，有件事如果不做，以后一定会后悔的。明珠啊，就是这个。我回家找了老半天，看到他我才想到，欠你一个求婚。明珠，嫁给我吧。哎呀花掉嘞，不到了。帮忙找一下。哪里啊？哪里啊？啊，没看到。哎呀，阿伯不要紧啦，这手机哦，一直到叠家呢。啊，金香阿姨、阿伯阿姨哦，一直倒吹啦。啊，不对口，过几工就吹掉啊。哦。是啦，兄弟，你不是一直想求婚吗？现在婚也求了，我相信在你心里应该没有遗憾了吧。明珠，你不是一直希望我跟你求婚吗？但现在戒指不见了。无要紧啊，有求婚就好啊。刚才讲，我阁需要想一下。哎，丢了丢了丢了，让伊想一下啦。哎呦，你要求婚无较早讲的，啊，咱换一天啊。啊，今仔日吼，迄农民哩顶面有啥诸事不宜啦，啊，无怪秋姐胖伊啊。嘿啦嘿啦，迄秋姐哦，阮会替你找，你免烦恼。啊，搁再讲啊，明珠嘛要登去问伊妈妈啊，所以袂当即马回答你啦。明珠啊，我想起那天我们散步的时候，你说的那些话，我都懂了。
所以我不会再让你空等，也不会再让你有所遗憾。多谢你。刚才我叫做开心回去啊，不然他一定很抓狂的。欧巴。